Hello，I want to play a game。它将改变你们的一生。而你们只是听从我的指挥。你弄上来，打劫！打劫？嗯。不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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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！啊！啊！好怕怕的纹身啊！怎么着？一天还能挨两顿打呀？去你大爷！哎呦，拿出来！慢走您的。这是咱们所有的积蓄了。老大，我饿。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纹其皮肤。胖，等咱们把纹身纹好了，到时候你想吃什么就有什么。房租也有了。老大，疼吗？好。纹身是一个江湖人身份与地位的象征，为了咱们的事业，就算上刀山下火海都义无反顾。胖，干了杯中酒。谁他妈扔的？谁有何？当当当！呀，都散！当当当！后黑庄！当当当！过清关！当当当！胖，那个店里头仿佛有一只烧鸡。来，你就照这个。我还没蚊子，你叫什么？没蚊子叫唤什么？你看，等一下，疼吗？你放心，我蚊这么多年，没有一个不喊疼了。胖，不，你，我知道我疼。你都这么胖了。嗯，怎么还这么冲动？不会死吧？嗯，抬后头，抬后头。我要闻这条青龙，我要闻这条白虎，我要闻这个朱雀，我要闻这条玄武。OK，OK，去。
全部 OKK。是，纹身现在已经基本完成了。Mr. Pan， 觉着怎么样啊？不知道。哎，不敢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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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目前大家的血液循环速度特别的快，如果立刻起来的话会有危险。那么大家保持这个姿势，在这儿至少趴半个小时以上才可以行动。OK。为了您着想 ，OK。OK， 半小时以上 ，Mr. Pan。够。老板，再来两个纹身贴。洗澡搓掉了。搓，我跟他一起干嘛啊？又是他。打击。文特什么？尼斯湖水怪？没错，这就是英国苏格兰高原北部的纯种尼斯湖水怪。露露。是真嘞，是真嘞。对自己真狠。老二，出来混，迟早要闻的。这点钱也不够交房租啊。左大。钱不够怎么办？实在不行，只有找那什么荷兰狗了。那做贼的尊严呢？尊严诚可贵，爱情价更高。对，喂，明天凌晨，路灯下，不见不散。你知道。我都算是一代宗贼，干嘛？你玩我？我们不比武功，比想法。我告诉你。